这个机针和机芯呐、你要是像我这么做，不光鞋容易喝丢了，整不好啊，媳妇儿也有可能喝丢了。一起来学着做吧。准备一盘机针，厚的地方啊，给它改成花刀，机芯切成四瓣，然后用水呀、投两遍，青红椒呢切好备用。老铁，能麻烦您个事儿吗？能不能帮我照这个手机上轻轻的点两下？对我真的老有用了，感谢您的支持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焯水时啊，要凉水下锅，加料酒呢是为了去腥。焯好以后啊，洗一下，先将鸡胗鸡心呢炒出里面的水分，这个是此菜不腥的一个秘诀，炒干巴的盛出来，重新起锅，葱蒜呢爆出香味，下入食材，给它炒至入味，加入生抽和蚝油爆炒一两分钟，然后下入青红椒，加盐鸡丁实在香调下味就行，大火啊炒匀就出锅了。没学会的赶紧关注我，明天呢我去你家手拉手的教给你。